周建新，我告诉你，从你进我们龙家到签了生死契，从头到尾都是我一手安排的。你为什么要那么做？你为什么要毁掉我的幸福？凭什么？很简单的，我得不到好布，谁也别想得到。凭什么让我一个人受罪？你这是何苦呢？你快乐吗？都是被你逼的，都是被你逼的。周俊熙，我从小到大什么都不爱，我不爱钱，不爱权，我只爱这么一个我第一眼见到就爱上的男人。但是你为什么要跟我抢他？现在你又来我家，要抢走我唯一的哥哥，周俊熙，你安的什么心？我到底哪里不如你？在我们家有了我哥哥，你就有好日子过了。只要有我龙连生在，你就别想痛快。连生啊，连生啊，哎，你这孩子是怎么了？恍恍惚惚的，要不要大娘带你出去逛逛？不去。连生啊，事情过去就算了，别往心里去啊。哎，大奶奶。哎，什么事儿啊？关后普来了。哦，后普，站住！怎么了？啊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一听到关后普的名字你就来劲儿了，啊，忘了他怎么侮辱你的了？他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不知道，说是找二爷。我去见他，给我在屋里好好待着，看好大小姐。大娘，怎么又来了？这是你们龙家的钱，还给你们。我们龙家的钱？后婆，龙二爷，你的心意我领了，不过我不想用你家的钱，这钱一分不少都在这儿，请您点一下。你何苦呢？你需要用钱，你帮我看病，就算我对你报答吗？你这孩子怎么这么倔啊？我不想用别人的钱。你这样就不欠了吗？照样要欠别人的。这钱哪来的？你有没有借高利贷啊？龙二爷，这些钱从哪里来的你不用管，总之我不想欠你们龙家的钱，也不想和你们有任何的关系。哼，这样最好了。起开，小姐。你们龙家仗着权势抢走了我最心爱的静心，又让我残疾还不够，几次三番的想要我的命，欺人太甚。
我从来没见过哪家人能像你们这样的。姓关的，你嘴巴放干净点儿！你要侮辱我们龙家到什么程度啊？连生被你退了两次婚，已经没法做人了。你要不是连生心善，不跟你计较，你都不知道死了几回了。我死的还算少吗？要不是我命大，我早就归天了。你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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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过去只怪我心太软，啊，一直想忍下这口气。既然你亲自送上门来，我就好好的收拾你。来呀，把这个混蛋给我拖下去。是。慢着，都给我下去。哦，二爷，你真的忍得下这口气吗？啊，人家根本拿你这好心当驴肝肺了。对这种人呢，根本不能有什么想法，就得好好的收拾他，对大家都好，对连生更好。你们这是什么家庭啊？难道就这么没有王法吗？我们龙家的规矩就是王法。够了够了，闹得还不够吗？一个死活要嫁给他，一个死活要杀他，这叫什么事？我今天来不是来闹事的，以前你们伤害我欺负我，我都可以不计较，冤家宜解不宜结。我今天来就是要把所有的恩怨一笔勾销。龙二爷，刚才是还你房子的钱，现在这些是静心家当初欠你们的彩礼钱，一分不少都在这儿。静心欠下的账我帮他还，我希望可以帮静心赎身。你们放了静心就当是做件好事，以后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你们龙家对我恨之入骨，我是不可能来做你们家女婿的。我想龙大奶奶也会很满意这个结果，再这样斗下去谁也不会得到胜利，只会两败俱伤。过往的一切我们就一笔勾销，我带走静心，以后我们官家和龙家永不往来。龙二爷，你是这个家里唯一一个有良知的人，我帮你治好了病，如果你想谢我，就让我带走静心，那是对我最好的报答。你什么时候我们龙家轮到你来发号施令了？我早就说过，周静心签的是死契，一辈子都要待在龙家。大嫂，我答应你。爹，你先把钱带回去，三天之后你来签周静心的赎身文书。既然要化解两家的冤仇，我们还是要做得慎重一些。爹，放心吧，我亲口答应的，绝不食言。啊，去吧。谢龙二爷。阿伯，爹，你怎么能答应他呢？不能让周静心走，我不同意，我不同意。连生，你还不明白，后婆的心都在静心身上，你嫁给他只会痛苦，你会幸福吗？我和你大娘看着能不心痛吗？周静心不能和他在一起，他不痛苦吗？我不管，我就知道周静心不能走，周静心一定不能走，他走了他就该去找后婆了，我不同意，我不同意。大娘，你说句话呀。二爷，您看
大嫂，冤家宜解不宜结。我们折腾了这么长时间，除了生气，还是生气。几次三番的对那孩子下毒手，险些要了他的性命，这还不够吗？难道非要闹出人命来，你们才甘心吗？人家都说，家和万事兴。我们做生意的，就是要和气生财啊。这样的家怎么兴旺啊？林生，一直以来你都很任性，爹都没说过你什么。也许正是爹管教的不好，才养成了你这种脾气。人生在世，不是所有想得到的东西都能得到的。爹，那你帮了大娘了吗？周景新是七月初七生的，他克大娘，不是他死，就是大娘死。难道在一起就不克了吗？什么镇住、压住这种屁话，都是唬你们这种女人的。天天这样相处的话，用不着克不克的，气都给气死了。连生，既然你爹都这么说了，我不管。你们还没跟我哥说呢，你们还没问我哥同不同意呢。父亲承诺的话，还要儿子点头吗？他爹没了，我当二叔的，说了算。不用再受龙家的气了，景欣，我是来带你走的。带我走？哎，你怎么？别怕，我是来赎你的。赎我？嗯，我要让你永远离开龙家，回到我身边。龙二爷已经答应我了，三天后是好日子，我来签文书。你什么都别说了，没事。我的钱是借来的，有普洱姑娘的帮助，有码头上穷兄弟的心意，我不想听你说什么连累拖累的话，也不想听你说什么命硬不祥的话。我不管那么多，我只告诉你，你改变不了我的心意。我要娶你为妻，不管你答应还是不答应。没有你，我的生活一团糟，所以你必须得嫁给我，还给我一个完整幸福的生活，这是你欠我的，一辈子也还不清。我不能多待了，静心，相信我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相信我。
二爷，我觉得你最近变了。唉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看到后婆那孩子，总觉得就……二爷，你忘了后婆是怎么侮辱连生的？五月节，他还欺负过武生，带着人来砸我们的积善堂。大庭广众之下，要退连生的婚，让连生无地自容。这种种的一切你都忘了吗？二爷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我们在邻里之间已经是笑柄了。一农，经过这场大病，我心气也淡了。人活一辈子，不就是求个平安吗？只要你恨我，我恨你，到头来又能怎么样？在病中的时候，有好几次我觉得自己不行了。那时候以前的事情一件一件的都出现在眼前。大哥、常公公、方秀才，还有其他的那些人，那几具各缺了一块的尸体。雨诺，我们时间不多了，我害怕，我想做点好事。也许将来，我不知道，也许你体会不了我的心情，但你想一想，婚姻大事是勉强不来的。如果当时不是我娘逼着我娶她的话，我们会这样吗？当年，对，当年的事情你都忘了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娘为了能和梁家联姻，硬是替我定下了这门亲事。梁家吃着朝廷的俸禄，是皇上的御医，龙家必须和梁家结亲。那么你大哥呢？不是还有他吗？让他去娶啊。大哥已经娶亲，梁家说什么也不肯作响，大哥也没有办法。那我们呢？我们怎么办？玉农，龙家现在很难。那我去给你做小。玉农，你忘了我吧？你找一个好人家嫁了。梁家说了，他们家的女儿嫁过来，我就不能再纳妾。玉农，听爷。我对不住你，庭爷，忘了我吧，庭爷，庭爷。阿七大嫂子啊，你说这世上的事儿啊，龙家二爷娶亲当天，大爷的夫人却死了哟。哎呀，这一喜一丧啊，可不是什么好兆头。是啊。哎哎，那当初把梁家那姑娘嫁给大爷，你说那不正好吗？可不是嘛！要我说，造化弄人，那堂都拜完了，大奶奶还好好的，这边一进洞房，那边就抱病死了。哟，二爷前脚娶亲，后脚就办丧事，这龙家也真够背的。为了冲喜，龙家又托我赶紧给大爷找个续弦的。可你说，这龙家就算再有势力，谁家的姑娘愿意没出头期就给人家做填房啊？这多不吉利呀！龙家死说活说的，非要我来。你说，你说这让我，哎呦，多难办呐！是呀，哎，我愿意嫁进龙家。娘当年硬逼着我娶了她，已经让我们俩一生都没法幸福。委屈了你一辈子啊！我说过了，
只要能在你身边，我就知足了。所以，我不希望我们的事情在下一代身上重演。有情人该终成眷属。方静心走吧。只要是你喜欢的事情，就算我再不愿意，我都会去做。因为你就是我的一切。不，还有武生和连生啊。你对连生那么好，我很感激你。哼，连生这孩子生下来就没有母亲，从小是我带大的，就跟我的女儿一样，我们就是一家四口啊。还有，放过后埔，放过他吧。我不想听你说什么连累拖累的话，也不想听你说什么命硬不祥的话。我不管这么多，我只告诉你，你改变不了我的心意，我要娶你为妻。不管你答应还是不答应，没有你，我的生活一团糟，所以你必须得嫁给我，还给我一个完整幸福的生活。这是你欠我的，一辈子也还不清。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相信我。静心，二爷，三天后后埔会来签你的赎身文书。收拾收拾东西，明天你就可以先回去。你回去了，他会安心一些。是真的吗？嗯，这些日子在龙家委屈你了，以后跟后埔好好过日子，重新开始。这是真的，我要走了，我要离开这里了。谢谢菩萨保佑，谢谢菩萨保佑。大娘，大娘，不能把他放走了，这件事情怎么能就这么算了呢？哎，那怎么办呢？这是你爹的意思，我们也不能不听啊。大娘，你忘了，他是七月初七生的人，他克您呀，您要把他放走了，咱们拿什么镇住他呀？哎，大娘命苦，只有认了。认了？大娘，这可不像您说的话，哪能就这么认了呀？其实啊，你爹说的对，与其让一个碍眼的人在面前晃来晃去，不如让他赶紧走。过去的事呢，就算自己倒霉，流年不利。大娘，连生，我就跟你说白了吧，这个家还是由你爹做主，他不愿意，我有什么办法呀？纵然我有一万个不愿意，也得听他的呀。至于关后埔那个混蛋小子，我看了他就气。他这么侮辱你，你还非他不可呀你？大娘，你骂他干嘛呀？我不管，这辈子除了关后埔谁都不见，没有一个人管我。要是我亲娘在就好，要是我亲娘在就好了。哎，连生，连生。
大奶奶果然是个美人，二奶奶也名不虚传。大爷亡妻的丧事还没过头期，就敢来当填房。想必大奶奶家的日子一定不好过吧，才会让自家的女儿干这么忌讳的事。不怕早死吗？我命硬，死不了。你和二爷的事，我早就听说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告诉别人的。我只会天天盯着你，让你永远也沾不了二爷的边儿。虽然你不择手段进了龙家，可你永远也成不了二爷的人，哪怕是小妾。古人说烈女不是二夫，如果我是你，我早就自尽了。你的这点把柄我暂时先握在手里，等我想说的时候我再告诉你啊。你说如果大哥知道你是他弟弟的女人，他会怎么样？庭月，你干什么呢？哦，我在看药。哎呀，看你这一脸汗，看个药怎么把汗都看出来了？哦，今天早上忘了系扣子了。我们走吧。请道长指点秘籍。你这一生和七月初七所生的女子相克，要想求得福与安，必得谨防七七女。二少奶奶，你错就错在不该生在七月初七，不该嫁进龙家，不甘愿做小。如果你嫁的是大爷，说不定我们还会是好朋友。哥，哥，怎么了？一天到晚就知道学医，摆弄你这点破药材，咱们家出大事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们家一天到晚出那么多事儿，你哪顾得过来？厚朴来给周静心赎身了，他明天就走了。三天之后签契约，也就是说，周静心要离开咱们家了。他要跟厚朴走了，怎么样，够不够震撼？那二叔跟娘他们说什么了？还能说什么呀，我爹都同意了，那大娘还不是听我爹的。那我还能说什么？哥，你就这么忍气吞声了？你得去跟我爹说，让他把周静心给留下来。
哥，哥，你想呀，周景新这么一出去，他一定会和厚朴在一起的。他和厚朴在一起，那厚朴不就又压在你头上了吗？你能忍得下这口气吗？关厚朴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还是不是男人呀？你自己喜欢的女人眼睁睁被人抢走了，你能忍？她不是我的女人，她只是我的下人。哼，骗谁呀？你骗得了爹，骗得了大娘，骗不了我。别以为我看不出来，根本就是喜欢他。说什么呢你？我说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哼，一个大男人，自己心爱的女人都被别人抢走了，而且还是一个处处压在你头上的男人，你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呢？哼，怪不得周静心不喜欢你呢，人家关厚朴最起码知道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去争取，你呢就知道躲在这儿摆弄你点破药材。你要我怎么样？我去跟他们说不要留一个根本不爱我的女人在身边一辈子吗？哥，你还真想过娶周静心呀？她可是一个被咱们家陈了堂烙过印的女人，你怎么可能会想娶她呢？我就是随便说说而已，谁说我喜欢她要娶她了？还有，你一个还没有出嫁的姑娘，整天说什么爱呀，什么喜欢啊，害不害羞啊你？你记住，我跟周静心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她爱去哪去哪。反正她留在这儿，整天哭丧个脸。大不如走了还清静一点。哥，哥，出去。哥，出去。哥，你得去跟我爹说，让他把周景欣留下。出去。你凶什么凶啊？哥，走啊。静心，不要走。大少爷，浇那几盆花，要浇那么久吗？几盆花比较娇嫩，所以时间久了一点。算了，你明天不是要走吗？还管那些干什么？大少爷，我在龙家的这段时间多谢你照顾。我没有照顾你，我也没有那个时间。周静心，如果我娘对你好一点的话，你可以不走吗？大少爷，算了，你也只不过是个下人，还老生病，反过来还要主人照顾你，而且留在家里少不了跟连生怄气，还是走了清静。
在少爷，你是希望我留下吗？那多一个下人总比少一个的好吧？那既然是这样的话，你们龙家那么有钱，不愁找不到人伺候你。什么？你要给静心赎身？你奶奶，厚朴啊厚朴，因为他我们这个家已经不成样子了，你爹已经不能再折腾了，奶奶的老命也去了一半，都是因为这个周静心啊。奶奶，静心没有做错什么。孩子，这个世上就是有那么一种人，他们什么也没做错，他们最大的错就是不该来到这个世上。我们一家人省吃俭用的，哎，你哪来的一笔钱啊？我找人借的。是不是借了高利贷？不是高利贷，奶奶，是向朋友借的，你就不要再问了。对，这件事我已经做了，静心马上就可以回家，我三天之后就会过去签赎身文书，以后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。我会跟静心好好过日子，还给您生重孙子，以后就什么麻烦都没有了，您放心吧。厚朴，您弄马钱子干什么？啊，哎，天气潮，我翻翻药。好，没事的。我前天跟厚朴刚翻过药，不会发霉的。娘，这马钱子可是剧毒，轻易碰不得。您跟我爹行医这么多年，怎么就不记得呢？哎呦，我只是翻药大惊小怪干什么？又不是吃药，我死不了，你们翻过就好了。周静心，你以为你赢了是吗？你何必这样？我这样怎么了？我不想再跟你闹下去了。你如果永远怀着一个仇恨的心，到头来什么都没有。你是在教训我吗？
为你是什么东西啊？你以为你算什么？算什么？我不是在教训你，我是在帮你。帮我？你要是帮我的话，就应该在候补面前消失。戴小姐，感情的事情是勉强不了的，就算是没有我周静，如果没有你，候补一定会和我在一起的。我真不明白，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女人？你先是磕死了自己的爹娘，现在又来磕我们家，你怎么不把你自己磕死呀？发火出苍老的面颊，爱和